再有五天，辛亥年就要过去。但清帝国到底还是撑不住了。这天上午，皇太后隆裕领着时年六岁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来到养心殿，主持了最后一次朝会。他代宣统皇帝颁布了退位诏书。这意味着持续运行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就此画上句号。前清遗老郑孝胥留下的记录是：夜闻爆竹声甚烦，于是乎大清268年至此息而毕。这一天，入伍半年的湖南新军19岁列兵毛泽东打定主意要退役，理由很简单，他认为既然封建帝制已被推翻，那就应该继续读书。23岁的学生李大钊正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书，他已打定主意毕业后东渡日本去留学深造。安徽都督府秘书长33岁的陈独秀穿过早春的阳光，走在省城大街上。这位自戊戌变法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共和革命的前清秀才，心中涌起一股升腾的激情。此时40000000中国人已经跨入共和时代，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3个月，
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此后列强肆虐，帝制复辟，军阀混战，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人们再次陷入焦虑和迷茫。动荡不安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一个理想的新国家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模样？这天早晨，阳光照在校园的红墙上，清新愉快。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见到了被同为北大教授、湖南名士杨昌济推荐来的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这个身材瘦高、目光清澈的湖南青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对于第一次走出湖南的毛泽东来说，能见到仰慕已久的知名学者，他心中自是充满了巨大的喜悦。他知道李大钊的好友陈独秀此时也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这是一个被中国无数年轻人崇拜的名字，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那本激动人心的《新青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因反抗袁世凯失败，被迫流亡日本。眼看共和梦碎，国内危机日益深重。36岁的陈独秀忽然觉得同辈人已经老去，改造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轻一代。他决定用新文化和新道德造就新青年，通过思想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于是在他重返上海的1915年，创办了一本传播新文化的杂志。他起初被命名为《青年杂志》，后来更名为《新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每月都要省下钱来去买一本刚出版的《新青年》。尽管担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时间只有短短半年，但这段日子却改变了毛泽东的一生。当时随着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北上，思潮涌动，人才荟萃的北京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除了陈独秀，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胡适也在这里。由留日、留美、留法的海归知识分子构成的新文化阵营，携带着国外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思维方式回到中国。他们奋笔疾书，激烈争辩，探求未来中国的出路。1918年冬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那篇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他记得顶着刺骨的寒风，李大钊说，旧世界在社会主义潮流面前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群众、大众、人民。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词都是从庶民开始起步的。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这两篇文章所赞颂的正是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这场革命背后的主导力量——马克思主义。由此上溯至70年前，1848年，在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一本题名《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悄然面世。一个未满30岁的德国人，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和他的挚友费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起草，完成他的创作。这篇翻译成中文只有25000字的宣言，科学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预言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终将到来。1917年深秋，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沙皇的统治，还实现了马克思的预言，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对马克思主义有过研究的李大钊，被这场革命背后所蕴藏的强劲力量所震撼。马克思预言的那个理想世界，是否可以成为中国的未来？十月革命是否为解决中国的困境指明一条新路？众多寻求救国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眼前为之一亮。年轻的毛泽东正是这些朝气蓬勃的知识群体中的活跃分子。在来北京之前，毛泽东和同窗好友蔡和森等人已经在中国内陆城市长沙组织了一个进步团体新民学会。这群年轻人在长沙岳麓山下的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地社团创办的各类文化刊物达到400多种。北大学生许德衡等人成立了国民社，创办了国民杂志。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在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聚会时，三民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种种新名词纵横飞扬，争奇斗艳。但究竟哪种道路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途径，此时谁都难以说服谁。在北京的新思潮漩涡中，毛泽东观察着、思考着、比较着。1919年4月6日，他带着日渐开阔的眼界返回长沙。
就在几个月前，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最后时刻宣布参战的中国成功跻身战胜国之列，并受邀参加巴黎和会。但1919年5月2日，巴黎和会的结果传回北京，在列强操作下，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被转让给日本，而不是交还中国。这就意味着晚清时局图呈现的列强瓜分中国的耻辱，在民国仍在继续。1919年5月4日，再有两天就要立夏了，古都北京新绿尽染，生机勃勃。多年以后的作家冰心依然念念不忘，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就在此时，一墙之隔的东郊民巷里隐约传来急切的演讲声，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力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一场猛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风暴迅速席卷整个北京城，随后扩展到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五四爱国运动中也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这一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并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就在五四运动爆发2个多月后，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这个北方邻国所表现出来的亲和友善，与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见利忘义的行径，恰好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中国各界的广泛赞扬。他所崇尚的社会主义也开始令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迷恋与向往。北大图书馆里的李大钊不再孤单，他的周围出现了一批阅读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和教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不仅开始在心灵上彼此靠拢，行动上也开始逐渐同步。中国的未来在哪里？苏俄革命成功就是新的答案。于是，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脱颖而出。1920年2月，猴年春节临近了，这正是一年中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日子。李大钊雇了一辆车，扮成收账的商人，护送坐在车里的陈独秀启程南下。李大钊比陈独秀要小整10岁，
但处事更显稳重理智。他敬重性格刚烈的陈独秀，因为在中国组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需要这位新青年主编登高一呼。考虑到北方政治环境的险恶，李大钊赞同陈独秀南下寻找新的机会。临分手的时候，李大钊和陈独秀相约：“我着手在北京做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做建党的准备吧。”1920年2月2日，除夕那天，陈独秀抵达上海，安顿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不久，这里就成了从北京重新迁回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在陈独秀的周围，很快聚集起张东孙、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戴季陶、沈雁冰等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的记者、杂志主编和学者。3个月后，为推动湖南改造并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朋友，毛泽东来到初夏时节的上海。他专程前往渔阳里拜访了陈独秀。虽然距离上次在北京的告别不过1年多的时间，两人也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但再次相见时，毛泽东清晰感受到陈独秀思想上的巨大变化。陈独秀明快地阐述了自己思考的结论：在中国，除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此时此刻，27岁的毛泽东不再是1年前那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学生。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引领下，他的思想正向着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急剧转变。刚刚送走了毛泽东，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陈公馆里，又迎来俄共布尔什维克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他受共产国际委托，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他手上握着李大钊手写的介绍信。就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用一半是崇拜、一半是好奇的目光注视并研究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共布尔什维克也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俄共布尔什维克与共产国际接连派秘密使者来到中国。他
他们带来了与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和鲜活经验。1920年3月，与毛泽东同年龄的维京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他的第一站是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会见了维京斯基。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社会主义思潮正在中国风起云涌。留在北京的李大钊和南下上海的陈独秀，形成了一北一南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越来越多受到共产主义理想感召的青年聚集到他们身边。维京斯基对李大钊说，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听到这句话后，李大钊提笔写下一封信交给维京斯基，信封上的收件人是陈独秀。上海的夏天闷热多雨，维京斯基突如其来的到访让陈独秀等人感到格外亲切和振奋。曾经参加维京斯基与陈独秀会谈的湖南学子李达后来回忆说，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挺多，后来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维京斯基交谈了。通过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在维京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这标志着，陈独秀已经将改造中国的希望从思想改造转向了政治行动。新青年也结束了以文学革命为中心的时代，而代之以政治革命为己任，成为公开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新青年编辑群体也发生了裂变。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和北京的胡适等人越来越疏远。新的理想和目标召唤来新的伙伴。29岁的留日学生李达和李汉俊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在陈独秀召集下，经多次讨论之后，他们达成了共识，中国必须拥有一个像俄共布尔什维克那样的革命组织。对于这个组织究竟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一时有些纠结。于是他写信征求在北京的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一锤定音说，共产党。但就在陈独秀提出要成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并起草一个章程的时候，建设杂志主编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以不能背叛国民党为由大哭一场，退出筹备活动。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先后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有陈独秀、余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等人。1920年的这个夏天，从上海回到长沙的毛泽东还在进行着另外一种探索——湖南自治运动。这是一场试图通过湖南人自治摆脱军阀统治，通过局部的社会改良推动全国变革的运动。1920年10月10日，长沙近20000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但这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自治运动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仅所提各项要求被军阀断然拒绝，就连毛泽东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无情事实使毛泽东心力交瘁。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从两个不同的地方寄来的信件，一封来自遥远的巴黎，寄信人是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挚友蔡和森；一封来自上海，寄信人是他的精神导师陈独秀。他们不约而同提到了同一件事情，创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11月，毛泽东在建党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他接连给朋友们写了5封信。他在信中说，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异法。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推动下，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日、旅法的革命青年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他们犹如出现在天边的启明星，渐次显现出动人的光彩。那些决定加入这个组织的人，因为信仰做出了庄严的决定。他们坚信，为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能够重生，有共产主义共同信仰的人必须集合起来，在统一的旗帜下朝着宏伟目标进发。当被信仰照亮的一刹那，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彼此。就在筹备建党的这个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了。青春洋溢的杨开慧带着简单行李，住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教师宿舍。
和他们同一年结婚的，还有也是这一年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湖南人李达和共青团员王慧悟。1920年，李达和王慧悟在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婚礼。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他们迅速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陈独秀已经南下广州，在上海负责筹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是李达和李汉俊。尽管当时中国各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有50多人，但经过几次沟通联络，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会议地点定在上海。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2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1921年6月29日下午6点，时年28岁的毛泽东与同乡何叔衡赶到长沙小西门码头，趁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这天傍晚，陆续有人到来。年轻的王慧悟轻快地忙碌着。13名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年龄最大的是45岁的长沙代表何叔衡。从济南赶来的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进美和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明。他们一个23岁，一个20岁。35岁的武汉代表董必武带着小他10岁的学生领袖陈潭秋一同赴会。27岁的包惠僧曾是北大的旁听生，后来又以记者的身份2次采访陈独秀，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陈独秀所建立的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是29岁的陈公博，年龄最小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刘仁静19岁，他和24岁的张国焘同是北大的学生，也是李大钊的追随者。此外还有一位专程从日本赶回来的24岁留日学生周佛海。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2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未能出席。
全部代表到齐的时候，天色早已暗淡下来。来自天南海北的这15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方形大餐桌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了。他们大多西装革履，出过国，留过学，通晓外语，言谈举止清一色知识分子的气派。毛泽东给其他代表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他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常在房间里走走想想。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辞，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谁也没有想到，他一口气讲了3-4个小时。毛泽东对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1921年7月23日的这个夜晚，更像是一个庄重的仪式。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这次会议，宣告了自身的存在。当代表们走出理工馆时，喧嚣的城市早已进入梦乡。在接下来的会议进程中，代表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最终奋斗目标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可是，在讨论到党在当前的斗争目标和手段时，代表们发生了激烈争论。我同意，这个同意。好，同意。无论如何，在炎热的上海，这个会议开得青春飞扬，激情澎湃。1921年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由于法租界暗探及巡捕的突然闯入，导致会议被迫中断。于是大多数一大代表分乘火车前往王会晤的家乡浙江嘉兴。他们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就在那条游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关于这次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说过一句让人感慨万千的话。那时，没想到是那样一个重要的会议。
当陈独秀家中为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而紧锣密鼓、人来人往的时候，就在同一条街上的另一栋房子，环龙路渔阳里44号，也频繁进出着同样心怀梦想的人。他们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一批中国国民党人。自袁世凯复辟之后，孙中山便开始在南方展开反击，组建了与北洋政权相抗衡的南方政府。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同样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他陷入沉思，为什么俄国的革命可以成功，中国的革命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党的一大结束后，主管宣传工作的李达亲自主持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家自己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相继出版，一场广泛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席卷全国。正在闭门沉思的孙中山敏锐地感受到一种新的强劲力量正在迅速生长。2年后，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145名国民党代表和20名共产党员共同出席会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开启了合作的大门，国民革命军蓄势待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北伐战争即将自南向北席卷中国。然而，就在这看似和谐的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分歧不在于当下，而在于中国的未来究竟应该走向哪里？谁将最终领导这个伟大民族的重生与复兴？
成共同幻想。但愿你会记得，永远你记着，我们曾经拥有善良的日子，我们曾经拥有善良的日子。这一天，入伍半年的湖南新军19岁列兵毛泽东打定主意要退役，理由很简单，他认为既然封建帝制已被推翻，那就应该继续读书。23岁的学生李大钊正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书，他已打定主意毕业后东渡日本去留学深造。安徽都督府秘书长33岁的陈独秀穿过早春的阳光，走在省城大街上。这位自戊戌变法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共和革命的前清秀才，心中涌起一股升腾的激情。此时40000000中国人已经跨入共和时代，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3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此后列强肆虐，帝制复辟，军阀混战，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再有5天，辛亥年就要过去，但清帝国到底还是撑不住了。这天上午，皇太后隆裕领着10年6岁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来到养心殿，主持了最后一次朝会。他代宣统皇帝颁布了退位诏书。这意味着持
续运行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就此画上句号。人们再次陷入焦虑和迷茫，动荡不安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一个理想的新国家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模样？这天早晨，阳光照在校园的红墙上，清新愉快。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见到了被同为北大教授、湖南名士杨昌济推荐来的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这个身材瘦高、目光清澈的湖南青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对于第一次走出湖南的毛泽东来说，能见到仰慕已久的知名学者，他心中自是充满了巨大的喜悦。他知道李大钊的好友陈独秀此时也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这是一个被中国无数年轻人崇拜的名字，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那本激动人心的《新青年》。前清遗老郑孝胥留下的记录是：夜闻爆竹声甚烦，于是乎大清268年至此息而毕。